我既不吃大蒜，也没有口臭，懂不？我觉得打钻石局或者星亚局还是需要一点套路，但这个时候有没有人过来？这个线我就不吃了。我来了。哎，大家理解啊，一般有操作的猴子都会这样。超 A， 跳走。哇，完了，记了。大招超 A， 没事。啊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要多走一步真的是要命啊。小跳敲敲，轰大招敲，小跳敲，我直接一手无情你来敌，活下去呀、啊！可恶啊！什么？我这么乖？捉鬼横死！哎哎哎哎，死不掉吧？哎！